欢迎收看《东京走着瞧》，我是文，我是 Mimi。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位在广尾的 Day and Night 这家店，主要是以一些轻食啊，像三明治、沙拉还有汤为主。来试试我们刚刚点的那个有蘑菇的，然后还有 cheese 的三明治，料饱满到爆出来，里面有闻起来很香的蘑菇，还有 cheese， 然后还有洋葱，来试试看吧。它这个三明治啊，面包皮烤得非常的脆，然后呢，里面的这个 cheese 加上那个蘑菇的香味，然后它有一点淡淡的那个洋葱的甜味啊，我超级推的，我觉得这个三明治非常好吃。录完咸的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吃甜点，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点的甜点呢是这个法式吐司佐水果还有枫糖奶油。看看吧，它这个法式吐司啊，首先就是你可以吃到，当然就是那个蛋液的一点甜甜的香味，然后它的这个一类这个酸酸的很清爽的味道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法式吐司的比较甜的味道有点解腻。另外，我觉得它还有一个蛮画龙点睛的地方，就是它上面有加一点点小小的那个麦片糊，所以可以吃到有一点脆脆的口感，然后还有那个麦片的香味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位在广尾的 Day and Night 啦，我是文，大家见，拜拜。